奇里咔嚓雷霆嘎巴，这表这样其实没有那么严重，是上边的计时按钮那卡丢了，然后导致计时按钮下来了。欧米茄海马海洋里的表，不带它潜水可能闹点小脾气。等会儿看看这个机芯里边有没有这个卡吧。嗯，哎，这儿呢。踏破功夫秘处，铁鞋全不费得来呀。瞅瞅这里的泥，坏肚子，王神仙都看不着拉了这么狠的表了。这可真是又拉干的又拉稀的，头疼刚好，看着这些零件，脑袋又开始疼了。之前这表拉埋汰的地方也擦干净了，搓完澡之后也比之前干净多了。腿脚也都灵活了，这走路都能跑了，完事儿，复活了。